今天是圣诞节嘛，然后我的澳洲留学移民群里面还有一个小群，就是珀斯的本地群，然后有很多小伙伴嘛，他们已经留学的就很快就已经到了嘛，今天他们也没事，好多都是一个人说今天到我家里来聚一下会。澳洲人的一个习俗就是去圣诞节的时候，大家每个人准备一个礼物，然后等一下来抽奖。吃一个，吃一个啊！快吃啊！然后你看，今天小伙伴都到，先看一下我们准备的，自助餐，相当于准备的自助餐。然后每个人再准备一个菜。大家这些都认识吧？胡子哥哥。就是说在澳洲生活才活得像一个人哦，不，这句话不说了，人家听得又难受我。胡子哥哥前段时间我也分享了啊，胡子哥哥是终于下签了，因为他以前是打工度假签证嘛，到了澳洲以后也给他评估了一下，然后那个转不了其他签证，只有在读书，然后就选择的是西厨。最神奇的是，24个小时不到，24小时不到就下签了。有什么感想？很激动吗？闭嘴！就很开心，很兴奋，也很激动，然后也感谢东哥，感谢霞姐，感谢万的。哎呀，别感谢了，搞得像那个。感谢 CCTV， 感谢我的父母。人家以为是摆拍，还感谢。稳重一点。太开心了。对，就是，我现在我感觉，因为我是。2019年12月31日到这边的，你们小声一点好吗？然后下飞机到住的地方刚好就是1月1号，所以就是到今年的12月31号就来这边整整3年了，然后现在我也就是也下签了，要即将开始下一段新的这个读书的这个旅程，所以今天我感觉像我的一个。算是就是重生日吧。对，这只能用中文说，因为这被老外听到。但我觉得你最大的变化是从打工度假签证到这里待了几年，你的英文提高非常快。以前什么水平啊？4.5分吧。申请那个打工度假签证的时候，就刚刚擦线，比擦线的反正就是高一点过来。对，不算很好。然后现在的话，因为主要就是在这3年要不停的去使用，要不停的，因为我自己想法就是想在这次的打工度假的收获就是要把语言给练好。对，然后所以我觉得你啊读那个西厨以后有可能就是再把英文提高一点 PD 完全可以靠自己记住一名的。争取7诈8诈，就不需要雇主担保了。无所谓啊，因为我有太开心，所以有一点这个不是，反正我现在我就是觉得，等一下我送你们回去，这次机会还是挺难得的，所以说就自己把握吧。对，加油！因为上次你那个视频的时候，好多人都在说风凉话，说这哥们儿。赶紧回来，早晚得回来。好，然后再介绍下一位哈，下一位就是前段时间我也分享了帖子，最神奇的、最传奇的人。最开始那个小陈加我咨询的时候，加入留学移民群的时候，我头疼，我说，因为他其实我刚今天也跟他拍了视频了，讲了一下他的经历，就简单来讲吧，就是他非常有行动力。我让他旅游签到这里申请 TAFE， 他啥也没说了，然后到了珀斯给我发，都给我到了。然后他这个要慢一点哈，因为他可能是其他原因嘛，包括英文不好，就是零基础啊。对，然后学英文课，他的 TAFE 的学签那个大概1个月左右下来的。对，一个月。啊，然后关于小陈的故事，我们有专门的视频，大家可以关注一下。OK。然后。
后小王这个是喝了好多酒啊，小王忙着啃猪蹄。对，我就有一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我老婆签证马上下来。哎，马上下了，已经催体检了。哦，那就稳了，催体检了，基本上就这个事儿就定了。嗯，哎，开心的不得了。对。等你老婆来了再采访你老婆。哎，玛丽塔，你是要上镜了？哎不，那你就坐过去啊，你旁边。对，然后关键是你老婆那个体检的事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哦，不是，你老婆那个签证的事，一句两句说不完。我们等我老婆来吧，给大家更新一期视频，好好讲讲那个事。对，很神奇，非常的神奇啊，非常难得一见。对对对，我也没遇到过，也没听说过。嗯。东哥，你们这么资历，这个这么老的都没听说过，简直了。对，后来是怎么解决？啊，算了，保留一点，对，保留点悬念，后面再跟大家讲。OK， 然后就一人来一段感想吧。还是小周，本周肯定大家也看过。未来我们的澳洲的网络安全，最近银行老是被出问题，被盗，我们保险公司以后就靠他了。而且我发现你的同学好多都是我们申请的，网络安全现在。最近怎么样？最近还可以吧，就是在读那个原课、哎、然后学习比较紧张。我最近放假可以放松一段时间。哎，你有开始打工了？最近有在跑那个 Uber。 怎么样？ Uber 还可以吧。我已经跑到事儿了，可以满足，可以现在可以满足一下日常的开销吧。那你平均一天能跑几个小时？能 有多少收入？跑得很少，我一般平均一天可能跑一两个小时。哦，那你跑得很少，对，说明你的经济实力还可以。开玩笑的。啊，然后最近的话有在那个去看那个就当地的一些工作。然后朋友有介绍，然后因为现在临近那个圣诞放假了，所以说，现在人家那边都放假了，我还在等消息。对，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对，后面也会考虑。你的英文怎么样？什么时候学完没有？还差两周。哦，还差两周就可以正式入学了哈。对对。对，加油加油加油！对。然后 Vito 哎， Vito 上次讲没有，我们去那个玩的时候去看袋鼠，你好像没有讲过了。嗯，哦，那今天也没什么讲了。对，有没有什么想讲的？ Merry Christmas。 哦，祝大家圣诞节快乐哈。哎，然后也没有其他了。然后感谢大家今天给大家汇报一下，以后想加入我们的珀斯本地群的哈，以后到了珀斯可以联系我。还要开吗？开奖了。哎，那还要开吗？谜底就在里面。哎，这里还有一个抽奖了，这还有一个。你抽的一号啊？对，还抽最大的。我抽的 Queen。哇，肯定是吃的。哒哒哒哒，发财！哒哒哒。选啊，这个什么礼物？拆箱拆箱 ，iPhone 十四。你这个防脱确实也很用心。其实那个防脱我是想 Vito 抽的。看你抽了什么礼物？你腿有掉发吗？啊！好看。哇，这个很贵哦。这什么东西？羽毛笔。喜不喜欢？喜欢，好。你可以跟他换。是 Harry Potter 的。但是还要同意才行。啊！哎，你们俩可以。快！亚马逊的啊。哇，大手笔哦。好，下一个。下一个六。我。开始啦 ！Merry Christmas。